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Hey G， Happy New Year！ 2020快来了，祝你新年快乐哦 ！Happy Happy New Year！ 12月31号晚，一段高以翔粉丝自发录制的新年祝福视频曝光。视频中，来自全国各地的粉丝们纷纷为高以翔献上自己的新年祝福，表达了自己对偶像的哀悼和怀念。31号晚，高以翔女友 Bella 在社交平台晒出与高以翔的合照，并发文悼念男友，文字悲伤又温暖，令网友唏嘘。 Bella 写道，你是天赐给我最美好的礼物，谢谢你教导我的一切，我的人生已体验过圆满，从此将带着你的光和永恒的爱，我们永不分离。同时他也感谢了朋友家人的关心，谢谢所有人的爱和关心，真的很温暖我的心，给我很大的勇气，我会为了我们的坚强，也希望之后能给我空间和时间，让生活重新回到轨道上。11月27号凌晨，高以翔在录制节目过程中气泡时突然减速倒地，随后送往当地医院进一步救治，最终抢救无效离世。